干到哪里啊？阳关。干到阳关到医院里头吧。嗯，就是手续，等个手续还没个，还记忆力还不好啊。是的，阳关做的那么多次手续，别个也干，我们自己也担心，就怕阳关的记忆力不好。我晓得阳关呢，就真正记性好。你看，学习上也从小也刻苦了。我不晓得你们两个人放学回去的，一个叫弹钢琴，一个叫弹手琴。你妈妈叫到那里织毛衣啦，怎么还有呢？哦，阳光到那里弹钢琴，阳头在那里做作业。好，阳条件到了。人多一去当的，阳光也都搁里头做作业。我来抄呗。啊！我做完他就抄呗。那。那是的，那刻苦的，我不晓得你那双人床啊，人多就把那好，么子啊？公事。的公所有的公事都贴到放到那个我贴了三年，我都考高考之前还去。啊！我不晓得你们还写在设备上。写在脚板子高头，那是写记单子，记单子，刻苦学习，那真的是刻苦学习。所以我讲，那有一天子盼盼是应该是盼盼，我说，哎呦，我们好累的，我又没得个叫奶奶啊，哎呀，我说你奶何苦？如果你们那个叫奶叫苦，你就去给他，哦，向阳光学习，向阳光学习。我想管我的学习，想管我的学习，无非就不管是利益，无非是包括我们邻居，包括我们成人，无非我们都要想阳光学习。难晓得的时候，那种毅力啊，天哪！你看，又要耽误学习，高中高一，你记得吧？高一你去织皮回来，懂吗？直升班了，你们进了直升班了，是吧？那到钢琴上去的都是直升班的，还考到在院呐，你要考到北师大，当然那你说过我好人呢，但是阳光呢，总而言之是，住到过多次医院，做到过多次手术，不过过日中还有一点呢，人都是维护阳光的，为了阳光，别个欺负阳光呢，你冇少同别个吵架。一般不吵架，就是等过两大个月叫了啊。我跟一般不吵架，我只能说，哎，是等别个，是等别个吵架，所以我就讲呢，你们，哎，但是你们小时候要玩的东西呢，我得说，玩玩具啦，鞋桥啦，我跟不跟你们走啦，阿德罗的铁环啦，就叫到你们到去。到厂里头，你喊一回，你不记得过那个地方？铁圈圈，现在都是玩了就好了，啊，那么多。所以，提起阳光呢，我就讲我，过一次，我本来跟老师有点打退堂鼓，我也不想来，但我也想，我六十八岁啊，阳光呐，带着我白发苍苍的婆婆子。出去旅游，各有哪个外孙带外婆去旅游？这世上也有几个了。杨光哥哥说已经考取了乌龙岗大学的研究生，在屋里等。等通知。等不是等通知来的，等签证。对，带我到云南去，坐火车，看着看石林呐、啊，看这里看那里，到西双版纳啊，到不了那四老子去玩了。那里白头发婆婆子也有几个喽，阳光了哦。一看是，别个帮我做粘了喊呗，喊到那高头去打鼓啊，什么去参加我们的那个联合活动啊。所以你看联谊活动啊，所以我也感到特别的欣慰，所以。我懂阳光，就是也有缘分了。可是隔一次，我那天我讲我不去的，我去过两次，我又去。但是我一想起的哦，你们两个人都在这里，
正月里年啊，人到十二点我醒个时我都来了。哦，阳光是那个醒个时候，过三十几岁我不去呀，好像有的人不去呢，还是要来。还有个呢，我以前看阳光也卖到大房子，也住到呀，也卖到大汽车，也住到我们好媳妇。我总是想呢，你们两个人过过优秀，又找到两个过贤惠的媳妇。的老婆又生了那么好的崽子，我跟着人许愿的咧，就是给你动起来了。嗯，人家是讲我的，我会陪我的发展嘛，发的，嗯，我会发展嘛，发的，但是我不得发的人，有的人就有崽了，我不是崽产了，阳光两只箱子来的噻。两个箱子抱个白鹅，抱个白鹅。啊！现在我过来，可背得过来。啊！哎，现在是我五个送过来奶茶，过来。嗯，我们跟澳大利亚跟悉尼有缘吗？啊，林科十八号就那个一年耕地的嘞。马上那个。林科，哥要庆祝一下子啦。嗯。庆祝在瓜哥，我庆祝。哪天子啊？十八号晚上。后天晚上。对。过有了，我碰上的了。嗯。最近子呢，我碰上的，今年子我又碰上的了。你今年过来碰到哥哥买的车啊，买的房子啊。啊。是的啦，我今年子我看哥哥再过了一年了，大半都往哥哥帮忙了。你一看，他走得来，你看估计都是。什么叫都一切很顺利，买房子买车哦，工作你看还有么子，就是吹烟了。大年不吹，那不急，嗯，大风都没事。下一回子来的我就准备看，我原来没个想法，现在有个这想法的，就是看假如在近两年，我身体的状况显那个样的，您可以结婚，我可能。看到的国内是到国内结婚了，是吧？嗯。反正杨林科的新房子我是看见的了，是吧？嗯。车子我也看见的了，是吧？林哥。嗯。嗯。对。就是那边我就还没看到的了。嗯。那不急。嗯。盼盼那边你差不多看到了。啊。盼盼那边就。盼盼那我回去海呀，国内那边走，还有那么多人，过下五六十岁过的。我在那还有老人在那边不？你们总还是中国人不？是吧？虽然遇到改变的脑筋，是吧？你看哈，盼盼出生的时候我还记得。盼盼出生不想改。嗯。因为那个东西也影响到他的成长。嗯。我反正我记得他。一句带过去的，我埃及带神，我能够把滚毛子毛了的呗。老的嘞。我能够把盼盼带得到都上瘾了，我也认为是一个成功。嗯。你不晓得我带盼盼啊，走到菩萨，拿着那本书，他那本书就厉害了，他可以一本本本的背的。是厉害。他中考。师弟，省地费高，他这一扎符号扣到一分，一百九十九分，本来是两百分噻，嗯，他八百考到八百多分，可以进一中，就是，进研的，你妈妈要了，他不肯去噻，他要到四中了，当然要到四中了，结果阳光跟他。推荐了去学吉他，还算可以了。十一岁，还不没到十二岁嘞。我记得八九年盼盼生了之后，从医院接回来那天，我记得好清楚的。我们两个下了课，都小学那时候，都小学。我们那天就一直心里就嘛，就想你赶快下课，赶快准备去看看戏嘛。然后我们两个下个课就直接。就往屋里奔，那时候你爸爸正好在部队里头，去办手术去了，把我弄在屋里，是的，正好去办手术，
我记得那个窑就放在那个杂柜子边上。对对对对。我们曾经开始看，点几个酒从那看看戏码嘛。嗯。具体什么样放过？潘潘，潘潘和可可很争气。嗯。潘潘过生日，找哥哥的啊，一带一路的，你们俩带的好。你屋里妈妈那一代的，你妈妈那也带的好，嗯，带的两个弟弟。现在你们两兄弟的带姑舅好的弟弟妹妹的也带的好。那跟他说，我这么信心的，我当时是你那，因为你那俺见不到屋里也是家庭院，您哭的，那时候我也没帮我，嗯。嗯，包抢油抢出来，把他抢油抢出来，他也得个什么名来叫等于，反正潘潘考起了上瘾，过是研究啊，到上海干化训练他的那个市场领域啊，年都没回过啊，年六年多，年都没回过，陪着他到那里。叫就是那张钉子根呢，晓得，白石那里干化训练，我觉得不错。好，潘潘呢考起了上瘾，首先预考的时候，只去七个中分，只要两个，他去了。潘潘呢就有嘛，塞那个学校不得了，他就回来点上瘾。比如要大概要出10万块钱，一分都不出。他真的一分钱都没挣，我就给他知道。嗯，也就是说呢，没可以分钱的，他是认识台湾人，他也胆子也细了，那就是找门搞木匠，那他不。潘潘考上瘾的时候是一块抹布，那边是评委，潘潘一个人都改变当地的，这边有10个县的，那边打分，结果他记得第二名，考一进了，考研究生也考一进。过一次他回株洲，也是从秋的嘞，因为哥哥都到澳洲来了，他觉得本来还是应该，还是应由他们再来。好，林科嘞，我就哥哥好考一个到他就爷爷赞你努力啊，赞你努力啊。你可能你画画画得再好，你专业知识好，你可能文化也考得上去了是吧？所以他我也等他一路到过。哪里啊？你们那个学校？军军党。军党呗。嗯。你到上海。到了上海，嗯，是的，嗯，考起了，考起了，中国美院呢，上海分院呢，是吧？嗯。你老送得去了，好，过临科嘞，好了，没完了，小小的事，我们做了是个新妹子。这个懵懵懂懂的，实际上他一点都不懵，他很清高的样子了。四个哥哥，大考级出来的，都考的一本，他也不做事，就考考，哎呀，考，赶紧考。他在考吉林艺术学院之前，他觉得他还是考的二本，还是。要找到哥哥，要哥哥的呢，要盼哥哥跟他帮忙。到你妈妈那里那点干净呢，也是市场领域啊，或者什么叫干活训练也好。结果回来过了年，走得去，就考到吉林艺术学院，考的一本。你看孩子他的配音呢，我做某人心，他的配音配光配得可以的。嗯，啊、普通话是好的。普通话讲得好嘞，那我觉得。我根本还不相信，只有你妈妈是很猜的，是她是我给的，因为她要带个菜，是我姑的，我觉得她碰到房间了。嗯。嗯。有那种足迹。啊。那种是那种歪嘞。她现在回来了，到这里等了9月份到香港去读书噻。嗯。她自己到伟大国际国立这个培训中心。跟艺术学校去上课啊，不错了，大的20几岁，小的5岁，各种年龄都不一样，但是他还是肯做，肯搞，
小小站台的。嗯。好站台的。好站台的。下岁的已经63岁的嘞。我不说。思维是不好。嗯。你等会刚好是我们宿舍。那个银行里面那套房子是我准备卖一整个月了。好了，我不晓得干啥，两也挣了些。